去哪儿呢？揽秀大街。哎，感冒了？是，最近降温嘛，有点难受。天凉就是爱得病嘛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回来这儿了，这儿变化挺大呀。您一直在外地呢？您住揽秀大街二是吧？还行，那边没怎么变。是吧？哎，不过好像前一段时间出事儿了，说是戒严了那块儿。怎么了？这不太清楚，听说啊，听说是打死了一个抢劫银行的逃犯。哎呦，好多警察在那设路障，好多车都不让过来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应该撤了吧？我带你往那边开，不行咱得绕一圈，行吗？您看。好。路您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那我就不告诉你了啊。哎呀，哎，干什么呢？装耳挠腮的。师傅，您真淡定，这镇文会跟石沉大海一样，您还纹丝不动。您小子年轻啊，啊，越大的鱼越得慢慢钓，像你这样心浮气躁的，你别说钓到大鱼了，连虾米你都钓不着。我是怕这鱼饵都给人吃了，咱还不知道呢。鱼饵在哪儿？我能不知道？拿去。好好看看。钓鱼入门？什么意思？咱这儿就这条件。有窗户的90，没窗户的70。啊。您要有窗户的，没窗户的。啊。我要有窗户的。啊，来这间吧。来，您看看。就这儿。别慌，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答应，尽量放慢语速。喂，辉哥。娟子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呀，你呢？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警察找过你吗？没有，警察就再也没找过我了。那个辉哥，你现在安全吗？咱们两个找一个地方见面。行，你说，我记着。明天上午10点，东阳路的阳光酒吧。你来的时候记得先去大商场，到洗手间换身衣服再出来。好。
哎，辉哥，那个你，你当心点啊，自己。我知道，你也要注意啊。我挂了。那我明天去吗？得去。娟娟，你不要怕，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刘队。怎么样，书没白看吧？师傅，还是您厉害。这大鱼快上钩了，咱是不是该收竿了？那你说该怎么收啊？我说，废话，你什么都指着我呀？啊，那还要你这刑警队长干什么？我的计划是，先在外围张网，放他进来，等他到酒吧的时候，咱再实施抓捕。到时候咱们布的可就不是一张网了，而是一个瓮。郑文辉也不是一条鱼了，就是一只王八。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明天一早通知所有的人，咱们一定要抓住郑文辉这个王八。是。知道你一直在等待机会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张着网等着我。不过你的网眼小点，只能网着那些没本事的小鱼。那就试试看。我想试试。这个穿上吧。不用了，他要是真想杀我的话，我也情愿死他手里了。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生命安全是第一位。郑文辉多次误导了我们的行动。第一是因为他诡计多端，另外他在我们的内部安插了眼线。你们别猜了，这个人我们已经完全掌握，这次主要是依靠娟娟才能把郑文辉引出来，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好保密工作。我李队杨子，咱们各带一队在外围布控，其他人呢在局里待命。另外呢，行动组呢还是按正常出警编队，表面上还是按常规例行巡逻。三组人按顺序出发，全部用对讲机联系，不要给内鬼留下任何信息。好了，咱们大家按照计划，9点钟到指定地点碰面，行动吧。
喂。喂。简简，咱们换一个地方见面。你现在打车去揽秀大街。马上去吧。啊。好吧好吧，那我们揽秀大街见吧。嗯。现在去找26号楼1单元102，那个门口有个电闸箱，我到那儿找你。好。李凯还在下边，暂时没什么情况。娟娟到了吗？刚到。告诉李凯，把人撤开，把郑文辉放进来。李凯早下命令了。26号楼1单元怎么走？啊，就在前面那栋楼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娟娟，这里都是我们的人，不要害怕，别看着我，按照他说的去走。娟娟进去了，但是郑文辉没有露面。老队长，咱们行动吧。哦，先等等，李凯还没有发信号。李凯，李凯，情况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师傅，郑文辉还没有出现。明白，沉住气。娟娟已经进入居民楼很长时间了，郑文辉到现在没有出现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沉住气，沉住气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明白。
在帮你，你这是在帮我，你说你这是在帮我是吗？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十天有八天是好日子，到哪天不是担惊受怕的？我说过，做我的女人就会担惊受怕。我和你说过。 我们就不能换个地方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吗？真傻，我身上背了几条命啊！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？啊？我不想做一个普通人。那就算你现在带我走了，你觉得外面的警察会善罢甘休吗？ 我宁可担惊受怕的过一辈子，我也不去过普普通通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不想过普普通通的生活。我宁可亡命天涯。辉哥，自首吧。 多长时间我都等你。你说自首是吗？你看见了吗？那外面都是警察，那外面都是警察。为什么这么多警察在抓我？ 我是摆地摊的小贩，违法了？我是小偷小摸吗？我杀了人，我怎么自首？我自首只有死路一条，你知道吗？这辆黑车有问题，大鹏，查这辆车。是。 算命的早就说过了，说的没错，我郑文辉就是天煞孤星的命，跑不了的。娟子，我宁可死，也不想做个普通人。对不起，就一次。 再帮我一次，也算是帮你自己。你记得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一组，现在进屋，一定要保证娟娟的安全。二组，盯住门前的这辆黑车。 师傅，郑文辉挟持了娟娟。
我们需要行动，一组、三组停止行动，放郑文辉出去，二组盯住这辆车。 在逃银行抢劫案的劫匪，车牌号是 TE6C861， 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的市民，来呀！他们感谢，来呀！知道郑仁辉是否能够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之后尽快投案自首。别闹，别怕，能不能不当了？人这一辈子不管做什么。 他都是错的，不管你选 A 还是选 B， 最终你都是错的。抓起一张就走，想干什么就做什么。也许做着做着，路就出来了。我怀孕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跟警察合作的原因。你会把孩子生下来吗？ 会，可我不希望孩子生下来以后他没有爸爸。一组一组，有没有发现郑文辉？没有发现郑文辉，完毕。二组二组，有没有发现郑文辉？ 郑文辉，男，35岁，身高1米78左右，驾驶一辆黑色尼桑车，车牌号为 TE6C861， 车上有劫持的女性人质，请广大市民提供线索。交谈，我发现那辆车了。 有司机反映说，在静海路中段见过疑似车辆，请周围群众留意。哥儿几个，你们谁在静海路了？谁在静海路？犯罪嫌疑人现在在静海路了，把眼睛睁大点，不要犯罪嫌疑人跑了啊！你们等着啊，我这就过来，走你，还能让你跑吗？这些是我们的布控点，这移动的黄点是围堵郑文辉的车辆，这些路是有监控的。 郑文辉应该不会走，这两个点是群众反映发现郑文辉的地方，那么剩下来只有这三条路可以走，都是往城南去的。多派人，押上去。秦队，电台的热线接近办公室了。疑犯车辆向奉天路方向驶去，请周围群众留意，尽量向我们提供线索。 他也在听广播。派一队去知春路，不追，堵。二队，不要追赶，堵住他。知春路是一个单行道。 前面只有三岔路口，电台说他要去奉天路，那么他肯定会去那两条路。我派一队过去。他料定你也会这么想的，果然朝奉天路去了。
心腐肉了，想掉头，车没油了。赶快去打电话！哎，等会儿加一半不加了？没油了，没油了，怎么没油了？哎，这什么服务态度啊？喂，哎，110吗？知春路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几个方向？南面。就在这儿，办他！所有人听我命令。知春路进河出口跟我汇合，知春路进河出口跟我汇合，出发。想办法让他减速，4分钟之内不要让他开出5公里，尽量减他的速，尽量减他的速。有办法拦住他吗？有，知春路向南5公里有一座高架桥，把郑文辉逼到高架桥上去，在那儿实施抓捕。明白。封锁沿途路口，把郑文辉逼上知春路南的高架桥。快。行驶在知春路的南段，请过往的群众和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，也请及时向我们提供该车的信息与动态。哎，不就咱这儿吗？都定位我，都定位我，我发现这辆车了。哎，石总，你过来看一下。看这边。嫌疑犯郑文辉已逃往本市城南方向。向郑文辉再次发出呼吁，警方已经知道你的具体位置，大批警力正在集结，另外有大批热心的市民正在前往，你已经无路可走，希望你能够尽快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Thank you.
经被我们包围了，别管！啊！我要见刘医生，听见了吗？我要见刘医生。郑文辉，放下你手中的武器。李凯，师傅，我去吧。不，我去。要尽量活捉他，记住，一定要保证娟娟的安全。如果他反抗，就采取非常的手段，必要的时候击毙他。明白。程文辉，我来了。老刘，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今天咱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把枪放下。我现在不是公安，我身上没有枪，我是见义勇为基金会的秘书长。过来吧。把娟娟放了吧。放了她，谁跟我做人？我。你都60了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和你聊聊。好啊，你想聊什么说吧。你信不信，连你在内，凭我的智商，你们根本抓不住我，是吧？你的智商是很高，但是因为钱，你的智商变得很低了。你得承认，今天你输了。我承认，我输了。但我没输在你手里，我输在那些好管闲事的人的手里。他们不叫爱管闲事，这些人是见义勇为。把枪放下，算你投案自首。你抓了我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我是那种投案自首的人吗？我是吗？我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，就是让敌人把手举起来。现在你把手给我举起来，放下头，我就一二三，一二。你觉得我会像你这个败类举起手来吗？你不举，我就打死他。积累，打死你！老准，我你把手给我举起来！你给我举！够精神啊！哎呀，师傅，一会儿我们还能和变异一块巡逻，我感觉自己都快成警察了。还比他们精神。老田，哟，老刘来了。哎呀，欢迎！来，全体立正，报数：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。报告刘秘书长。工作小组全体集合完毕，请您指示。现在我宣布本次见义勇为表彰大会到此结束。
有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们今天啊就此机会举行一个隆重的婚礼，新郎也是我们见义勇为的英雄孙延斌，新娘张慧。下面我们有请二位新人。多多，你好，老师。哎，您好。这是我爱人。阿姨好。你好。王老师，多多表现得怎么样？特别好，学习进步了，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多多。你在学校住还习惯吗？习惯。老师啊，还希望你多照顾他。哎，一定多照顾他。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，你一定要多听老师的话，明白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啊，老师，你对他也要严格的要求。好的，您放心吧。老师，我们想带孩子去看个电影，行吗？多多，去吧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好吧。咱们去看电影了，咱们去看什么呀？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想请您说说，见义勇为最终目标是什么？如果全社会每个人都有勇气表达他们的正义感，见义勇为就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，一个街道，一个区，一个城市，能够涌现见义勇为者，是他们的光荣。我能见证这些英雄的伟绩，是我的幸运；我能替他们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别让我看见。对，坏人坏事别让我看见。